高中生怎么可能阳痿呢？对不对？不好说啊，可能是他在看实况的。那可能。好，等一下再讲啊，我们先回到比赛哦，第三场。哦，不对，这个是我们 Blizzing Series 四强战第二组的对决，由 Paint 对上 Sail 第一场的对决，是 ZVZ 的一个内战哦。好，首先在画面中右上角红色的虫族选手是我们刚取得胜利晋级到四强之后的 Sail。画面来到左下角，蓝色的虫族选手是我们的 Paint。地图是来到天蓝降临哦，那这边双方一开始都是选择一个裸双，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Sail 他是裸双之后先下狗哦，不，裸双之后先下狗池，怎么又一个虫族啊？哦，今天内战我想想，哎，对，剩下两个都是虫族内战，这个 PENUT 也是虫族，对，虫族果然是英霸，一堆人玩啊。你也知道，这就刚好符合了星海的设定。这样，那虫族不是就是以量制胜的一个单位吗？哦，所以我们今天来参加的虫族选手们，就是想说，没关系，虫族选手，我们就是踩着你的尸体往上走，你还是上去，因为虫打虫嘛，你上去还是虫啊，所以就是一个以量制胜，只要虫族上去，我输没关系。是这样吗？或许是。欸，我刚突然看到这个 Panzer 战队好像是小学生最棒欸。刚他是小学生吗？我不知道，刚切视角的一瞬间，我看哦，你看小学生最棒 Pant。嗯，这个让我。因为台湾还有一个选手也蛮猛的，你知道吗？哪一个？他的 ID 叫做单手都赢你。是他真的很猛，还是这个 ID 很猛？没有，他真的单手。啊，真的单手？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玩。哦。哇，那这样子我突然觉得不，哎，欸，星海单手要怎么玩了，啊？我想一下，单手可以啊，单手绝对比用脚强，好啊，一定的啊，一定的啊。是哦，完全用滑鼠吗？还是也会用键盘？用，只用滑，我不确定哎，欸，我不确定他是，如果是只我们是单纯讲单手的话，那他就是单手玩那个，啊，控滑鼠啊。好，嗯，对吧？虽然用脚玩有比手强单手强的地方啊，但是单手整体来说还是操作比较细腻一点。对，因为用脚可以按 A 嘛，单手没办法。单手没办法，而且你在可能散兵上面，我觉得手，即便你是用手去操控滑鼠，你也是比脚来得好。对啊，肯定的，微操方面比较强。没错。好，我们这边是有打算哦，是有提了二本之后放了我们的进化虫进化室。这边选择走的应该就是我们的提速一公蟑螂。那反观 Paint 这边也是选择走我们的蟑螂哦。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Sail 的一个细节哦，早期他溜了一只狗照对方的主矿做阴暗处躲着哦，有朝一日就是为了这个 timing 来做一个侦查。他变个毒爆。对，哦，一只变毒爆，对，直接争吵，因为一只变毒爆就没啥意思。对，除非他可以像剧情一样，一只变两只。他可以像剧情一样，一只毒爆就可以把人家工兵炸死。对，超级 OP。而且他炸死以后还变成两颗小的，对，继续炸。然后那两颗小的呢，还可以伤害，还跟一般，哎，伤害有变小吗？还是一样？有啦，变小哦，有变小了。这边双方都在出我们的蟑螂喽。嗯。那不过 Paint 这边的科技爬的是比较慢的哦，所以他的我们可以看到 Sail 的一攻还有我们的提速都已经在攀升了。不过 Paint 这边是还没有进展的哦，这边只有纯蟑螂的科技。那 Sail 率先放下自己的三矿。这边 Panther 打算做一个进攻，七只的一个蟑螂要做一个进攻。我这边到对方家应该会发现对方蟑螂，奇怪，你怎么那么多？你怎么还比我的蟑螂多？如果他蟑螂那么帅，哦，室友的蟑螂是没有用造型。
反而 Panther 这边这个好像也是没有用造型，有吧？机甲吧？有是机甲吗？对啊，不是吗？哦、好像是。哦，这边是有用哦，是有的细节做得非常好。他的蟑螂不是平 A 哦，他是用集火的方式在点的哦，所以率先直接点掉了 Panther 两次的一个蟑螂。好，双方人口79打 Panther 71。蟑螂，因为这边我们的 sale 已经有了一攻的优势了，一攻以及提速的优势，所以这边的蟑螂应该是要被追着打回家了。而且要有速度优势啊。对。这个已经不是马上回家，是7天后回家。对。哦，他超速了，还是死了。对，但是这边来到家里之后。蟑螂量还是不够啊，这个人口落差来到30，嘿。所以说那个蟑螂速度没有好的情况下，压制其实超危险。对，很危险。在某些情况下，你蟑螂就是要抱持着去了就回不来的心态。对，除非你有办法肯定对方的体速是没有攀升，或者是一定比你慢的这种条件。对对对，一定可以让你回到家的。对。不然的话，你大批蟑螂进攻，这样很可能就是回不来了。你只能就是少量分兵还可以啦，不成功变成人的概念。好，那这边骗子家里选择提升的是我们蟑螂的遁地移动哦。不过这边蟑螂的移动还没有提，就已经先提遁地移动了。他的移动应该没有提吧，因为我刚完全没看到他跑那个条欸。那反而 SEO 这边则是在提升我们的二攻一防，也已经即将完成了。Panther 这边的一攻按下去才三分之一左右。哇，那等一下 SEO 这边的人口已经拉上来，来到130了，等一下应该会抓到自己二攻一防的 timing 来做一个 push。真的是小学生最棒欸。真的。我觉得他一定不是个小学生。通常会讲这种话的一定不是小学生，他有可能本身是小学生啊，然后说小学生最棒啊。哦，一样是像我这种嘿天真无邪、非常单纯的，就会这样想。哎呀，你自己话讲出来，等一下聊天室又要刷一排问号了。明明就是我这种清廉、正直不阿的人才适合，对不对？没有，你这种在日本住过的，肯定是。我靠！等一下，在日本住过怎么了？讲清楚。没怎样啊，在日本住过很好啊，一定是很有礼貌的那种。对，非常有礼貌，所以我才说我清廉正直，就是新海界的一阵清风。这边是有大量蟑螂包了上来，哇，这边双方人口落差来到了90之多，这边是有直接包住了所有的蟑螂量。这个结尾时候，这结尾时候射那一半也太好笑了，什么都没丢到，没有，他有丢到啊，他就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顺便就射一发出去了，对。那个结尾兽心里可能想着，要不是我只能往天上丢，不然我想直接往你脸上砸。真的。好，那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 SEO 1-0，暂时领先我们的 Pant。我真心觉得去日本工作真的是那个礼貌，那个顾客为尊，顾客就是神的那个态度哦。我真的吃的太，日本真的是在礼貌这方面教育的很好。没错，应该说是教，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一个风俗民情，对既定的印象了。嗯，对，就是他们对。外界的其他国家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长期的保持下来了。
好，这边回到了第二场比赛，一样是由我们 Panther 对上 Sale。那 Sale 刚刚以一个蟑螂压倒性的人口优势击败我们的 Panther， 取得1-0的暂时领先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场 Panther 会有怎么样的战术来做反击哦。Panther 一开始那个蟑螂压制真的是亏翻，对，那个可能是他应该说他的二次侦查没有去做，反而是 Sale 这边他藏的那只狗发现到对方的二本是比自己还要晚的、哦，所以他就确信了自己的蟑螂提速一定比对方快，就是科技已经走在前面了。好，首先在画面中右下角红色的虫族玩家是我们的 Paint。那画面中左上角蓝色的虫族玩家是我们的 Sale。地图是来到空降地点哦。那双方也是一个裸双提速口的开局。新海界的一股清风是吧？啊，就是我，就是这个、你讲的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哪会啊？我这个人就是两袖清风，宛如一阵清风。有没有你有没有听到念到我的名字？你就一阵凉风吹过来的感觉。有，心都凉了。为什么是心都凉了？不是凉风吗？好，这边有人念到日本人资源回收做的超级强，这个真的是做到我生他的那个资源回收，真的会弄到你生活无法自理，那个真的是太细了，细到我刚开始去，我真的是被念过很多次，很不习惯这个，对，很不习惯。之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一下那个细致的程度。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Pet 已经率先放下我们的蟑螂繁殖草喽，蟑螂繁殖草。他那个细致的程度是跟你的那个一样细致？没有，那个是细而大，那个细但是量大，对，就是那个分类的广类，那个广度是非常大的，又细量又大。细微而量大，是人家都说数以大为美，但是它其实就是以走细致路线，但是它的分类是非常广的，就像它的宝特瓶就有分不同的宝特瓶，对，有短的，有长的，哎、欸，怎么了？胖的、瘦的，对，有短的、长的、粗的。对，也有细的，也有细长的，有胖长的，也有胖短的。对，那你的最常用的是哪一种？啊，我一定是用那种家庭号啊。家庭号 是喝这么多？对，又胖又长，有没有？这喝太多了吧？没有啦，就是可以放在买那种大瓶。我都是用那种5800cc 那种，够粗了吧？我的话，他那个还要另外分类，对不对？对，感觉起来就是要另外分。对，也要另外分。了解。哇，这三矿掉了，这样怎么打？这边 Sale 抱着大量的异化虫，直接来咬这个三矿哦。那由于哦，我突然发现他的名字不念 Paint， 是念 Peanut， 花生的念法 Peanut。那这边 Peanut 他由于早期已经率先放下我们的蟑螂繁殖场，所以他这边是没有大量的毒霸虫。哇，毒霸虫直接进了矿区，这边的农民。这 Peanut 怎么打起来像？哇 ，Peanut 几分啊？我就不知道，我没有特别去看。估计大概是大十三，对，大十二，保守估计。就是一定不是中史，这个打起来应该是大四三、大四二那边。好，那这一波 Sale 的进攻造成了 Peanuts 他1100多的金矿损失哦。那人口这边也已经落后了20之多，同时 Sale 家里攀升的是我们的二本，那在提的呢的是蟑螂的一攻，还有蟑螂繁殖场也即将完成了。
他又要来打一个前期的吗？对，他这边卡人口是这样。对，这边卡人口之后怒生三只王虫。不是啊，这个对方都看到你出蟑螂了，这基本上前面亏了，这边蟑螂又被看到，已经是亏到深处无怨尤。对，而且这个还没攻防。对，基本上是早期Peanut 他放在 Steel 加二矿的那一只王虫被驱赶之后，他没有再补异化虫过去做一个预警的侦查，所以他完全没有发现对方是爆那部异化虫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好，那这边 Peanut 选择留了一波狗哦，这个反应不错。这个瞬间的反应，那个狗差点撞上两颗毒包，那个瞬间反应是可以的。我给八分，我满分是一百的，没有啦，满分十分啊，不要这样。哦，对，至于其实刚刚那个我很想给十分，但我为什么没有给呢？因为如果我给了十分，他可能会觉得哦这样就够了。但是这是你的矜持吗？对，我们要给少一点，这样他才会哦。什么？我还没有满分，我要再多一点。哇，这个三矿，这个三矿没有取消到，有点亏啊。那同时 ，Sale 大部队已经进攻了，大量的蟑螂配少量的异化虫哦，打算做着抓着自己蟑螂异提速完成的这个 timing 做一个进攻。这边大军来到了 Peanut 的二矿，哇，这个蟑螂数量非常多啊。人口来到差了一倍之多、哦，162-86，大量蟑螂涌了上来。Peanut 的部队持续往后退，虽然有机会收，但机会收数量只有一只，阵型摊开来。不过 Sale 的部队量明显是优于 Peanut， 大量蟑螂哦，30滴做一个释放，但是这边 Sale 躲开之后，持续往前做一个推进。那后面 Peanut 的蟑螂伸出来，但是数量绝对不够的情况下，打出了 GG。这个很明显实力是有落差的。对，Peanut 面对像 Sale 这样的选手，打起来还是蛮吃力的。对，因为 Peanut 他据我所知，他报名这个比赛，这好像是他第二次参赛，所以哦，上次有参赛，对他之前我记得我忘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名字，因为我有看过他这个名字。对，我看一下，不知道上次打怎么样。上次因为上次刚好没有转播到他的比赛，所以是看到他的时候是被淘汰了。有可能他是这一次才参加，我应该是记错名字了。好，没关系，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 Sale 2-0击败我们的 Peanut 晋级到冠军，要即将对上的是我们的 Gogo Joy。好，我们这边稍作休息一下，等一下为各位带来冠军战的赛事哦。